击的时候，那个公羊犬啊，它其实打不过那个土拨鼠。土拨鼠那个攻势特别猛，因为我们也不想违背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结果，最后又来了三条狗，最后我们就把狗驱赶，把土拨鼠拿尿袋装上以后放到洞口跟前，最后土拨鼠钻进去了。